跟雕国强公司的合作，谁签的？我签的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就走。总裁，为什么呀？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！我可是刚给我们公司签了个大客户啊！连自己做错什么都不知道，郑雪儿，这就是你带的人。抱歉，是我的过失。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，不惜一切代价跟刁国强他们公司解约，越快越好。是。郑雪儿，你早就知道总裁跟刁国强有仇，是不是？这次确实是我背景调查做的不到位。你故意的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搞我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趁你休产假取代你，对不对？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吧，工作上的事情我再帮你想办法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们俩吵架，我从来没赢过，是因为我不敢赢。小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俩一闹矛盾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老是瞅你，因为你们家有钱，同学喜欢你，所以我们俩只要一有矛盾，最后道歉的总是我。可是为什么？就因为我爸妈是摆地摊的，我没有资格跟你争对错，是吗？大学的时候，全校唯一一个全额奖学金留学名额，我为了他，我一直在努力，我所有成绩都拿第一。老师都跟我说了，那个肯定是我的了。结果呢，我亲眼看着你妈又去了校长办公室，果然最后我又输了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你知道那个名额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为什么你们有钱人总是要跟我们这种穷人来争啊？郑雪儿，我不讨厌你，我恨你，你给我等着瞧，我要把你从我身上夺走一切都夺回来。今天不是刚签大客户吗？那都是郑雪儿那个贱人设计的，她挖坑给我跳，她让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被总裁开除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她离婚啊？你再拖，我真成小三了。郑雪儿设计的，她知道咱们的事儿了。我不管她知不知道，反正我不想再拖了。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不拖了，我给你看惊喜。怎么来的？那你就别管了。反正呢，以后你再也不用看郑雪儿的脸色了。连藏都懒得藏了。手机放下，你别过来！放下！我说了让你别过来。你想怎么样？离婚吧。啊？离婚？走吧，郑雪儿。既然到这一步了，就把话说开了，好聚好散，找好离婚律师，律师事务所见。走着瞧。
妈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昊天，哎，将来让赵大嘴他们就上这儿来玩麻将。行，我叫他们还笑话我。咱家祖上可真是积德了，这辈子还能住上这种房子呢。妈，您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总算到时候享福了吧？嗯，阿姨，以后我就在这房子孝敬您。哎呦，还叫阿姨呀？该改口了。妈，哎，好。哎呀，这就叫双喜临门呐！我看不见郑雪那张臭脸，我这浑身舒坦。哎呀，就是可惜，她怀着咱家骨肉呢。儿子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得帮妈给抢回来。哎呀，放心吧，那孩子肯定姓宋啊。嗯，妈，我以后也能给你生孙子的。哎，好啊好啊，那你们俩可抓紧了，就在这个房子生，这房子一看就风水好，将来肯定能招好运呢。哎呀，你好，你们找谁啊？我们过来拍几张照片，过两天法拍用。这房子我们已经买下来了呀，法院都没拍卖呢，你跟谁买？你们说什么呢？这房子我们已经买下来，房本都在这儿呢，你看这房本写的清清楚楚的。你不可能有，这房子来来回回被非法抵押了好几次，早就是个不良资产，这落谁手里都是个麻烦事，这法拍也不一定能卖出去。你的意思是这房子它不值两千万？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房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就算卖了两千万也得先还抵押贷款，也不一定够，后面还有一大堆债主等着要钱呢。什么呀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也不大清楚。同志，我是房主，你看啊，这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们不是拍卖吗？那你帮我卖，我300万就卖，我给你提成，好吧？大妈，我不是卖房的，我是法院拍卖。200万，我给你加提成。大妈，你别这样。那应该是郑雪要算计好的。雪儿，这个挨千刀的，啊啊！我饶不了你，妈。